朋友如果跟他挂名三个，啊，恁真正没有迄个菜比拜菜鸟挂名。我是面顶的朋友律师，已经不是啊。啊，感情，你做对的代志，我们两个是。感情，李建祥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是吴太太口供关心荣耀，关心荣耀出下来，这完全会当证明刘明的小人不坏。人就死啊，钱拢摕无啊，照客。咱就讲，啊对啊，叫咱做。啊有高雄的口供，这么好的武器，无使用太怕算了，咱来速战速决，一棍落地。想要死你就赶紧死，莫甲恁害惨了。但我无遐戆啦，我啥物拢嘛无讲，你放心啦，拿我官哦，替我挡。看人的心的态度已经真明显了，伊自头到尾就认定面顶有罪。白白无要怎啊离家哦？你一个假家官，要要讲阿婆死的，我假无大人，我拢好，我拢。你讲啥话？有心就无计价，吴政府。吴太太今麦无想接受采访。啊，刘明的案件不是新闻啊，我若无报，以后更加无人会报啦。卖外套。资料看较详细，哪会先私底下找小外家家属？这根本都有私心。你要指控一个高院法官有私心，你会得罪偌济法官？那是一定要得罪啦，才会当得到公平的审判，这嘛是无多代志啊。我这人咧，什么案件用公平无当私心？你一做推掉，你自头到尾认为我当事人对哦，根本无公平的审判。请你停止诉讼。辩方已经提交诉状，申请合议庭回避。申请合议庭回避。申请合议庭回避。